里人爱子如命，妥中汤准爸爸之路备受威胁。就是让我儿子的手插在那个门缝里，所以我就很用力的给他弄下去。老公立刻冲过来把他抱起来说：“看到骨头了。”然后我就上厕所说：“不是只是六回吗？”他说：“医院在哪里？”就是你知道，那八点档，他不要去医院。今天主题是恐吓新手爸爸。不是，姐妹掏心话，10月3号晚上10点，未来综合台。